有想连线的话呢，咱就先连一下，好吧？有想要连线的，咱就赶紧来连一连。万一一会儿这个连不了了，就是网络又卡了，那就啥也弄不了了。我想跟大家大伙儿做点事情都做不了了。苹果，对，是水果手机，是水果手机。房间太深了，对呀，对呀，这里面是这样子。没办法，没办法。等挣钱呢，等挣钱呢，咱把这个店挪到外面去，挪到大马路上边上去，找个好位置，就不卡了，就有好的网络了。啊，来，咱直播间有其他的那个 WiFi 更不行，咱直播间有其他的想要连线的，咱加个粉丝灯牌，左下角这个点连线。好吗？有新进来咱直播间的朋友没关注的啊，点播关注，感谢啊、哦！喂，你好。喂，你哎，你好。好，老师。哎，你好。你听我这边说话顺畅吗？网络不好。你，我这边还听得不顺畅吗？还行。还行是吧？你把那个镜头翻转一下，好的，好的。顺畅是吧？麻烦傅老师看一下。龙凤啊，龙凤，粉彩龙凤赏瓶，你这边灯光有点暗，我这儿灯光暗啊。啊，这开到最大了，最大，再开一下，我看看。我看看底，对，等一下啊，我再开一个。它是你所在的那个位置，会有点暗，不是说整个屋里暗，就你所在的这个位置暗。这好点了吗？好点，我看看底啊，我看看底。正着，你别这样斜着，正着，稍微正着一点给我看。对，我这手机像素不行。对，手机像素也差。我再看看这个彩头啊，这个器身的画工彩头。慢慢的往上看一看。行，我看一下那个画的那个缝啊。行，这件赏品需要上手看一看啊。哦，好的，好的，哦，要上行，手看，好我，吧？好，谢谢啊，不客气啊，不客气。那挂了啊，拜拜。哎，拜拜。喂，新进来咱直播间的朋友啊，没关注的点关注啊，想要连线的咱加个粉丝灯牌左下角的连线啊，点一下连线就可以了啊。哎呀，喂，富哥，喂，你好，哎，富哥，你好，你好，你好，那我这摄像头怎么打开？等会儿啊，我看看喂，你先接受一下，啊。啊，接受了，接受了。你接受一下，等会儿我这，没关系，我你点一下头像，选择视频聊天。点您的头像吗？点你的头像，点你的头像。哦，跟原来不一样了。你稍等啊，我看一下。对。我是要把特效全关掉啊？
对，把特效，你先点你的头像，选择视频聊天，然后确定。确定。嗯，对。然后再点然一下后。屏幕，然后再点一下屏幕，选择镜头翻转。镜头翻转在哪里呢？我看看啊。对，好，好了。嗯，您稍等一下，我有个东西想让您帮我看一下。行，哎呦，这苹果真是，我真服了，这才十几分钟，这手机就烫的这个，烫的屏幕发黑了都，这个又屏幕又暗下来了。哎，来了来了来了！这个，我操！这手机搁一下，您稍等啊，我拿一下。您这个您能给断断是大概是什么时候的吗？你把盖拿下来，我看看。嗯，我看看，上手，你这上里手，边，把那个下这面里边气声，气声，气声，对。嗯，我看看底。就是这种锦地的这种纹饰，嗯，这个，主要是也没款儿，也啥也没有。我说实话啊，我有点嗯，担心它是日本的。日本的。对，我有一点点担心它是日本的。哦，是个茶叶罐是吧？类似。类似一个小茶叶罐，但是我有一点点担心它是日本的啊，这个得上手确定。嗯，日本大概到什么时候啊？日本应的那该这种，是它这个年份应都不一该是定了，个清早期，可能会偏多一点，挺早的是吧？啊，可能会偏多一点。明白明白，它有这么个小盒这种子。纹饰，我在日本就是日本瓷的那些器物上面，我见到过，还蛮多。说实话，工体的是吧？一般这个作为口沿儿多一点。不，就整个器物的话，这种景地的都有。哦，就是我说国内的瓷器的话，一般它作为装饰的线条或者口沿儿会对，不多，多日啊，本不多，不多，嗯，最近买俩小杯子挺好玩乾隆的，乾隆雍正，乾隆的，我这盖碗配了个一套，挺好的这种，这种应该就是国内的了吧？国内的。是，这种都撒开门的这种，这个发色特别沉，我就觉得这两个颜色都差不多。对，嗯，还有啥呀？啊，这个您看，就都是喝茶的小东西。康雍的这种。写的一个成画款。对，康雍的啊，这种，康雍的，康雍的是吧？对，撒开门的这种，挺行，好，那最近也就没别的，就这些小玩意儿啊。挺好的啊，啊，好，好，福哥，好，好嘞，啊，好，拜生意拜，兴隆啊。拜拜，喂。喂，你好。喂，你好。哎，你好，你好。你好，点你的头像啊，选择视频聊天，确定。
对，哎嘿嘿，你好，哈哈。别，对，赶紧翻转镜头，你没穿衣服可别露啊。哎，好的，好的，老师，小伙老师。来，上手。我看看底，近一点。东西开门的啊，开门的，中期的啊，可以了，还有吗？没有，就这一个。这个值钱不值钱？这个这个画工一般啊，而且胎釉有毛病，这价格不高。这种，能值个12000-8000，能不能呗？估计够呛，估计够呛。够呛。哎，好嘞，好嘞，好嘞，小波老师，好嘞，拜好嘞。拜。好，谢谢你啊，老的，中期可能会中期稍微偏晚一点，这种啊，可能会中期稍微偏晚一点。喂，你好。喂，你好。晚上好。有新进来咱直播间的朋友没关注的啊，点关注。想要连线的，咱加个粉丝灯牌啊，左下角连线啊，左下角点连线。朱总来了，朱总，欢迎，在北京了，朱总，我在北京了，回北京了，谢谢大家送的点亮的粉丝灯牌哦，谢谢。哎呀，这个网络，我这手就黑屏的，黑屏的，还卡吗？现在还卡吗？卡不卡？有想要连线的，咱加个粉丝灯牌，左下角啊，左下角连线啊，点连线，好卡，有好卡，有不卡，我这个，看来以后在这个北京电台还不能播啊，这一播这个卡的没法看了都，是吧？点个灯牌都点出来一身的汗呐，哎呦，我那个天！哎呀，抱歉了啊，抱歉了，抱歉了。那咱就还是不连线了呗。那这么卡，那连线也不好看呢，是吧？还得连吗？还要不要连呢？今天本来就热，我要连线。连线的左下角啊，左下角点连线啊。左下角点连线加粉丝灯牌。喂，你好，周可以，你好，你好，老师，你好。你好，点头像选择视频聊天啊，确定。你好。单点屏幕啊，再点一下屏幕，选择镜头翻转。镜头翻转。点一下手机，点一下屏幕啊，选择镜头翻转。谢谢大家的粉丝灯哦，我牌，看到了。感谢。你这个美颜特别严重啊，你这个手机啊，用美颜的。美颜脸光掉在哪里啊？你看一下屏幕下方啊，屏幕下方。这把整个器物的颜色都给全变了。刚才看到你人脸的时候，就是一个美颜的一个状态。你这个颜色全变了。光掉啊！晚上好，大家晚上好啊！谢谢大家的粉丝灯牌啊！有看到没有？找不到光掉美颜的呢。没有个光掉啊。啊，
光料都没有看到。一般是在最左下角啊，一般都是在最左边，你要拉到最左边去。是啊，最左边没有个光料美颜啊。你自己看一下手机里面的这个颜色和你食物的颜色是不是完全不一样，对吧？但是凭我个人的经验，这件器物会老。凭我个人的经验啊，我看会老，啊，并且是个乾隆或者雍正的。这啊，以我个人的经验啊，以我个人的经验，看是乾隆或者雍正的。虽然你这个用这个美颜把这个器物的颜色完全变了。在哪里关掉？怎么看不到？手机这个下面就是那么多点的，你不会的话，你可以挨个的点，挨个的试，知道吗？虚，没，你知道吗？叫美云光了，美颜关的，你的镜头也关的。这样好不好？这个还是没关美颜，美颜还是没关。啊？行，我目前看东西应该问题不大啊，乾隆或者雍正的啊，好吧，等一下这次个值，这啊。个值不值钱啊？如果是完整的话还行啊，如果完整的话还行，但是这个从这个视频里面看到有好多条冲线啊，口沿上面不有是，好多条冲线。它是金丝铁线啊。我们不在一个频道上面，我说的冲线，你只能从书上知道有金丝铁线啊，所以呢，这个不在一个频道上面，我们就不聊这个了，好吧？好，啊，挂了啊，拜拜，喂，喂，你好，喂，你好，听得见吗，小付老师？听到，点你的头像，选择视频聊天，确定，视频聊天。点你的头像，选择视频聊天啊，再确定。喂。喂，喂，哎，哎，小付老师，你点一下屏幕啊，选择镜头翻转，镜头翻转对，你用手触碰一下，对，啊，啊，行，啊，高古的，青白瓷，这买的很便宜吧？是啊，啊，我觉得挺好看的。挺好看是挺好看，但是不老啊，不老。这个不老是吧？对，咱直播间也不看这种高古的，大哥。哦，哎，何老师，你看这个呢，我总觉得这个有点年头了，这没年头啊，没年头。是吧？那这个呢？这个。撑破天的20年啊，哦，这个呢？这是个老的，但没用啊，不值钱，还不如一个新的，呵呵，是吧？对，这个呢？我细看看，不大好啊，也不大好，这个呢？那更不行啊，更不行。行，咱就别逗了啊，大哥，你别再逗我开心了啊，哈哈哈。这个呢？啊，咱就行，没有其他的词句，咱就挂了啊，大哥。好，谢谢。好嘞啊，拜拜啊。光明堂大哥，你好。不忙了吗？喂，你好。哎，付老师你好。你好，接受，帮我看几件这个。
反过来我看一下。啊，开门的啊，康熙的开门的，来下一件。这个，我镜头好像有点模糊。对，镜头有点模糊，不影响。来，我再看一下。这个胎有点轻，发青。这个、胎有点轻，这个不是胎有点轻，这个东西有点问题。这东西有点问题，感觉哈、嗯。我觉得东西有点问题。哦。嗯，不如刚才那个撒开门。对。啊，防脚太右，也开门啊、哦嗯，开门，嗯，开门，晚清的，嗯。晚清的哈。啊、哦，在云龙山县。没问题啊，没问题。没问题啊。对，没问题。啊。这个就看不懂了，我感觉这个不用上手、嗯、一眼不对啊，一眼不对哈、啊、对，一眼不对啊，没问题啊，没问题，开门的这个，嗯，这个、不大好啊，这不大好，这反是肯定不是他本人的，有没有可能老仿的、这个我再细看一下有没有可能老仿的可能性啊，啊，没有可能，没有这个，没有啊，就是现在啊，就是现在的啊，嗯嗯嗯、啊，好吧，好的，嗯，谢谢啊，不客气，拜拜啊，嗯啊，咱下一位，喂，你好，品茶你好，品茶，喂，你好，品茶你好，连上线的。喂，喂，福哥，哎，还是我，还是我，还是我，哦、我看到了，还是你，我看到了，还看到，我看到了啊，稍等啊，嗯，你好，猫和老鼠，你好，嗯，找了一件东西出来是吧？忘了，忘了，刚才，哎，有一个。有一个老托子，一起对吧？东西对着老康的。他有一个85年香港苏富比的来源。嗯，那这个来源还挺好。嗯，是应该就是这件。仔细对过了吧？对过了，对过了是吧？那就没有，那就问题不大，那就问题吧。不过不看这个来源的时候呢，咱光看器物也是问题不大啊，也是问题不大。康熙的。嗯，您像这种瑞兽的这种瓶子，就蒜头瓶儿，嗯，这个大概市场价值能有个？要看它品相，整体品相好不好？全品。除了有点波釉啊，有点那个。但这个波釉会扣不少分，这个脚下面这些波釉。嗯。我个人觉得应该大几万，可能到头。大几万是吧？嗯，是，这肯定卖不过人物画片的，是吧？就是比人物故事的差是吧？您的意思？嗯，肯定会比人物故事的差。不过还有一点很重要啊，不管是他画什么画片的，画片的精彩程度决定了这件器物的价值。就他哪怕是画个博古文，但如果能把这个博古文呢，或者山水花鸟能画得特别的精致，它的价格也是会好的。我就觉得他这兽这个翼啊，就这个翅膀和这个肚子和这尾巴画的，可能我挺喜欢，就这种画法，对。但这个瑞兽带这个翅膀的这个瑞兽还确实不多见。嗯。你看它这个头有点像山羊一样的那个头。嗯，反正这包括这火焰纹都，嗯，我当时觉得挺老辣，我挺喜欢啊，就给。偏，说实话啊，会偏粗一点点。啊，会偏粗一点点，嗯，啊，您觉得画工是吧？对，我这还有粗的，稍微粗一点的吧，这您得看看。
自己配了个盖儿。对，这种也是撒开门的啊，清早期的。道明吗？说明末也会有点，说明末会有点点勉强啊，说明末会有点点勉强。就是明末清初呗，反正偏清初，偏对对对，顺治康熙啊。对对对，这种我们行里面还是会认康熙多一点，嗯，但是毕竟康熙早期。他是个围棋罐儿，是个罐儿，反正。这个你说他是围棋罐儿或者是什么其他的罐儿，我觉得这个也都不重要。这个画的就相对要粗一点，是吧？对，因为有一些我看。会发糊啊，嗯，晕散啊，青花料也晕散，对，对对对，晕散，嗯，是的，啊，行，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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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哥，好，哎，还有俩杯子，还俩杯子，嗯，俩料彩杯子，有人说是乾隆的，有人说是晚清的，我看看那个，就我自己平时使着喝茶的。嗯，您觉得这个能到？我再拿高一点，拿高一点。哎，拿料彩。料彩。反正晚清多这玩意儿。晚清偏多一点，这个形不大像，嗯、不大像那个乾隆的形。是吧？嗯嗯嗯嗯。好吧。嗯、好好，谢谢福哥啊！再见啊！再见，好，拜拜。嗯。咱下一位，喂，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嗯。点头像啊，点头像啊，选择视频聊天能够确定。哎，这不大好啊。哎。你好。啊，不大好。哦，不大好。对，好、嗯啊，还有其他的吗？哦，有啊。那还需要吗？看吧。还有。嗯，也不好啊，也不好。哦。也不好啊。对，也不好。哦。嗯。还有一个小杯子。你发，嗯，不好啊，不好，看到吗？啊，不好啊，不好，不好，不好，好的，好的，嗯嗯嗯，好的，就没有了啊，好的啊，嗯，拜拜。咱下一位。喂，你好。喂，你好。你好。你好，来。接受。你好，你好。听不到吗？听不到吗？你接受。在哪里开？在哪里接受？我点把你设为主刊，你要接受，对，你接受。那个翻转在哪里？你先接受，再翻转，好吗？点一下，点一下屏幕，选择镜头翻转。快速翻转啊！对，你看这个。咱直播间不看老姚啊，不看这种老姚。啊？不看这种老姚，不看这种高古吃啊。好的，谢谢，谢谢，谢谢。嗯嗯嗯，好的啊，嗯，拜拜。哎呀。我有什么权利鉴定呢？我连鉴定证书都没有，还帮别人鉴定，我有什么权利啊？我的权利我做主，啊，我的权利我做主。喂，喂，喂。
说我有什么权利鉴定呢？我就问你啊，你有什么在这里讲呢？你有什么权利说我呢？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呢？对吧？你有什么资格来说我呢？喂，你好。哎呀，可笑的人太多了，可笑的人太多了。你放眼望去啊，你放眼望过去，做这种事情的人有多少真正能做得了的，是吧？喂，你好。哎，龙浩老师。你好，你好。我给你看一下这个屏是新的还是老的。新的。新的是吧？嗯。这全新的了。对。啊。嗯。刚看来这个屏新的，这个也是新的。对。对吧？这个也新的啊。对，你买东西小心点啊，别图便宜买就是了。行，找好的，谢谢，找对人买。嗯，好，谢谢。嗯，不客气啊，拜拜。嗯嗯，再会，谢谢啊。哎呀，这年头啊，这年头太难了。咱做点这个，嘿嘿，咱做点这种叫什么事情呢？有点叫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都这么难的吗？嘿嘿，不是每个人都做得了啊，啊，不是每个人都做得了。再换句话说，我们古玩行业啊。我们古玩行业有眼光的人多了去了，眼光特别好的人都多了去了，每个地方每个城市都有眼光特别好的人啊，比我眼光好的人那更多了去了。但是呢，选择在有眼光的人选择在这种公共的平台出来做一些这种公益的这种事能有多少呢？不多啊，不多。我也可以收费，我即使是收费的话啊，也是合情合理的。我们所有的知识，我们所有的技能，都是靠我们自己的金钱买出来的。还有，我靠的是我用我的一双的眼睛来吃饭的。哪怕是我去鉴定，去收你的这个费，我也是合情合理的，对吧？就好比你去做一个保安，你站在门口，你看着那个门，你也是用你的职业去赚你的钱，对吧？所以呢，我用眼光去帮你们看东西，我哪怕是收你们的费，我都是合情合理的，更别说我在这里没有收一分钱，没有收大家的一分钱，是不是？对吧？一个人的经验，一个人的眼光，不是说你用钱就能买得到的。你用钱能买得到这个知识，用钱能买得到这个经验的话，你花钱一买，你过来了，那就不用，没我什么事了，那就没我什么事情了，对不对？那全世界上面有钱的人多了去了，我这个不懂，我花钱买一下都装到脑子里面去了，我那个不懂，我花点钱买回来了，我装到脑子里面去了，是吧？那这个世界就很多人就不用做了，就可以下岗了，对吧？啊。公司这几天特别忙，等过了这个周末，我安排他们立马就这个寄过去啊。抱歉，抱歉，抱歉，因为这几天特别忙一点。来，那个咱。想要连线的啊，咱想要连线的，咱加个粉丝灯牌，左下角连线点一点啊，左下角连线点一点。有新进来咱直播间的朋友，没关注的啊，点点关注啊，没关注的点点关注，感谢感谢啊。其实图片和视频都有误差，确实有误差啊，确实有误差。
所以呢，咱直播间里面一般都会帮大家看的会偏保守啊，会帮大家看的偏保守啊，也希望大家多担待一点啊，多担待一点，多包容一下。喂，你好。喂，你好。哎，你好。你好，你好。嗯，我去这一下。点头像啊，选择视频聊天，然后确定。视频聊天，确定。谢谢抬头阳光的认可，感谢您。再点一下屏幕啊，选择镜头翻转，对。哎，这个，傅老师，我还有几件请你看看，我。不行哦。这不行。啊，你这从哪买的？这我父亲留下的，我也这个几十年来。这个你父亲留下来的，那等于是你哦，不能这样子去理解，那等于是，哦，我应该怎么样说的？对啊，但这个肯定在你手里面没有说就有五六十年啊。在我手里什么？我说这个碗肯定在你手，在你们家里面没有超过五六十年。啊，四十年左右。我怎么这么不信呢？这个东西它顶多也就是个九十年代到两千年左右的东西，怎么会有四十年呢？九几年。啊？九几年的时候。啊，九几年到两千年左右是吧？对对。啊，所以它就是个新的嘛。啊，新的。啊，就是个新的嘛。啊，那么这个呢？一样的嘛。这也新的。对，也是新的。哦。哦，嘎嘎新，特别新。嘎嘎新呢，我还有一点呢，这个呢。这新的不能再新。这个也新的。嗯。不用怀疑啊，这位大哥，您不用怀疑我，因为我不看高。哦，不是怀疑你。啊。不用不用。那么像这一点呢？这个这更是一样的啊，新的不能再新。对，这个、啊、你确定是你父亲留给你的，不是你自己买的啊？这个肯定的，这我不、啊、我也不做这个生意，我是留下来。你自己没买的？我不会买这个东西。你不会买了，那就没事啊，那就没事，那你就别买了，你也别指望这些东西能给你带来多大的财富，它给你带来不了任何的财富，你知道吗？嗯，我不卖这个东西，我不做这个生意啊。他给你带来不了任何的东西，你就放在家里做个摆设就可以了。行行行，好吧。好的，行，谢谢你，谢谢你。客气啊，挂了，拜拜。嗯，嗯你别买啊，记住，千万别买啊。不买不买，我嗯，好的，行，谢谢。哎呀。别买，对吧？你不懂的千万不要去买就可以了，是吧？你说你父亲留下来的，那咱就说就不怕了，对吧？你说你买的呢，有可能又挡人家发财了。下一位啊，你好。哎呦，这谁送了个热气球啊？感谢六七八九，咱不刷礼物啊，咱不刷礼物啊，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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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不刷礼物啊，感谢，能来咱直播间有个粉丝灯牌，是吧？就我就已经很开心了啊，咱们别刷礼物啊，别刷礼物，来还有想要连线的，咱啊加粉丝灯牌左下角点连线啊，谢谢啊六七八九，感谢。嗯，新进来咱直播间的朋友啊，没关注的点点关注啊，没关注的点点关注。哎呀，嗯，感谢关注啊，感谢。平易近人是吧？
咱又没有，咱又咱啥也不是啊，咱还能干嘛了？咱又没有没身份没调子的没调性的，咱还能干嘛？是吧？进啥大货了？没，最近没买啥东西啊？拍卖可以吗？不拍卖，咱们这里不拍卖，今天晚上不拍卖。我们的抖音拍啊，现在第二期，估计要到下个月了。这个报文物局啊，这个时间有点长了。报文物局的这个时间有点长了，要排队啊，这个申报啊，时间有点长了。老百姓手里都是假货鉴定啥？老百姓手里也有好东西。明藏手里也有好东西，不是没好东西啊！你看上咱第一场的那个首拍，第一场首拍里面就有好几件都是这个明藏手里面这个支持过的，支持过来的，有没有征集？有有，咱随时随刻都在征集啊，随时随刻都在征集。想要送拍的直接发图片啊，直接发图片给我，给我就可以了。我下播之后会去看，如果能拍的我都会告诉你。喂你好，喂你好，一切为了家庭你好。喂你好，喂你好，一切为了家庭你好。喂你好，能听到我说话吗？啊，能听到。我用另外一个号，这个号没法连啊。行，那你退出去，好，退出去。哎哎，好嘞好嘞，啊，行。老姚不看啊，咱直播间不看老姚，咱直播间不看老姚啊。有新进来咱直播间的朋友，新进来咱直播间的朋友啊，没关注的点点关注啊，没关注的点点关注。喂你好。哎，小傅老师好。你好你好你好。小傅老师好，小傅老师好。我怎么搞，我不会搞的。你接受一下，你接受一下。接受。对。啊。然后点你的头像，选择视频聊天。头像啊。嗯。现在周几鉴宝？这个时间我这边不固定。我这个时间不固定，点你自己的这个头像啊，这个斗彩抱月瓶这个头像啊。我点了，怎么点不出来？点一下，然后在下面选那个视频聊天，确定。视频聊天确定没有啊？有，选择视频聊天啊，选择视频聊天确定。你点一下你那个抱月屏啊，点一下那个抱月屏，然后可以看到下面就有这个视频聊天，然后确定一下。你好你好，阿甘你好。你有没有实名认证啊？录音了吗？啊，今晚几点结束啊？今天晚上时间不确定，预计在11点左右啊，预计在11点左右。怎么会点不出来？那就没办法了，咱不能一直等着，好吗？好的，好的，谢谢。啊，抱歉啊，抱歉，拜拜。嗯。来，咱下一位。喂，你好。喂，你好。风雪同路，你好。风雪同路。过来逗我玩的，过来逗我玩的。喂你好，山战东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接受。嗯，你好老师。你好，我就是刚才那个没有实名，所以换了个号。好好好好。哎，嗯，看，帮着看一下年份。行，看看底。
我看看底。嗯，乾隆晚期、嘉庆早期的。嗯，好的，谢谢。再见。我看看底。我个人看中期。啊，不到康熙哈。到不了啊，到不了。我个人看中期，修胎都不是康熙的修胎。嗯。哦，好的，好的。嗯。铁锈釉是吧？是铁锈釉。哎，这个怎么？中期偏晚一点。中期偏晚一点哈。嗯嗯，够不了乾隆啊。哦，好的。这种南宋的啊。哦，南宋的。对。不是那个元末明初哈。我个人看是南宋的。哦，嗯，南宋的，哦谢谢老师，嗯，还有一个，您帮着看看这个，看看底，乾隆的，哦，乾隆的是吧？对，嗯，啊、哦，嗯，好的，谢谢老师，嗯、谢谢老师，不客气，经常关注您上大拍的，哎、好嘞，您很帅、啊，老师很帅，谢谢啊，那挂了啊，拜拜，嗯。哎，再见老师，谢谢。哎，咱下一位，咱直播间尽量不拿高股的出来啊，尽量不拿高股的出来啊。喂，你好。哎，你好，哎，你好。你好。你好，等我十秒钟哈、啊，我穿个衣服啊。啊啊啊！啊，我给你看一。点开镜头啊，点视频聊天。哦，好的，好的。嗯，好的，好的，好的。这么快吗？我以为要排等个五分钟呢。这个你排在最前面呢，我是顺着下来的。就是双击，就是怎么开镜摄像头啊？点你的头像，选择视频聊天啊。点你的这个康熙罐子这个头像，选择视频聊天。啊、对、啊。然后我翻转过来是吧？这是刚运动完吗？我刚洗澡，我没那么快。哦，刚运动完的，然后去洗澡了是吧？对对对对，我给你看一下啊，哦、这个还有体力吗？就这个盘子。哦，哎呦，画片挺好，特殊，非常特殊的一个盘子。嗯。然后叫反光。嗯，来上手，我看看底。康熙早期。这个是不是就是是不是一个那个？会不会是官仿官这种啊？不会啊，不会不会啊，不会的，不会不会，啊，属于一个民谣，但是这个画片算特殊的画片，嗯，哦、嗯，那这种的话，这种像这种能够卖个多少钱？有一条，有这边一条线，这边一条线，两条线。这种品相我也价格我就不怎么懂了哈、啊。完美的还挺好啊，完美的还挺好。我如果完美的话啊，哦，有点线，有点线，我还以为是官仿官呢，不是哈，达不到啊，达不到。好的，好的，谢谢你老师哈。客气啊，运动完了多喝点水啊，挂了啊，拜拜。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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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再见。嗯。来，咱下一位啊，下一位，这才九点钟就运动完了吗？有这么早吗？现在啊？喂，你好。喂，你好。喂，你好。哎，你好，小傅老师。哎，你好，你好，点头像选择视频聊天，怪不得看手有点软是吧？怎么翻转呢？你点头像选择视频聊天啊？我已经点进去了。你点头像选择视频聊天，然后确定，啊，然后再点一下屏幕选择镜头翻转。镜头翻转。前半场是吧？哦，这前半场还得洗个澡是吧？东西晚清的，来下一件。一口瓶。嗯，下一件啊。这个呢？乾隆早期的啊，下一件杨广彩。啊，两没问，都是老的，没问题吧？没问题啊，没问题，行啊，拜拜。好，再见。都挺讲卫生的，那必须得讲卫生啊，各位大哥们呢 啊，你们也得注意啊，这个。
运动归运动，为什么不讲啊？喂，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看怎么转呢？点头像选择视频聊天啊，确定。视频聊天啊，确定。嗯、好，确定。嗯。耶、yeah? ！我看长柄速度这么快吗？这算快的吗？你、嗯、这算快的吗、嗯？这不算快啊 ！Hello，Hello，Hello， 喂 ，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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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就不能这样一直等了啊，咱就下一个了，这个大家理解一下啊，大家理解一下。喂，你好。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嗯。点头像选择视频聊天，确定。再点一下这个屏幕，选择镜头翻转。嗯，外面画的啥？啊，这个可以啊，东西不行，来下一件，东西不行啊，下一件。啊，好的，好的。嗯，谢谢你啊。就没有了是吧？没有了，没有了。哎，好嘞，挂了，拜拜。拜拜。喂，喂，你好。哎，老师好。喂，你好，哎。看两个碟子。嗯，好，看看碟子。看看碟子。我再看一下正面的画工，拿到那个亮一点的地方去一下，不要有这个，不要有这个阴影啊，不要有这个阴影。行，可以，没问题，东西老的，道光本朝的。哦，好的，谢谢。嗯嗯。然后还有一件。还没老的，我去看一下这一件。嗯，看看底。嗯，我再看看里面，这个年份很短啊，这个年份很短。嗯、到民国吗？我个人觉得到不了民国啊。哦，对，我个人觉得到不了民国。好的，谢谢。嗯，好吧，不客气啊。还有吗？没有了吧？没有了。行，那挂了啊，拜拜。好啊，拜拜。嗯，几十年的，它就是个几十年的东西。喂。哎，你好，老师。你好。我找一下点头像啊，点头像选择视频聊天，确定，对，可以讲讲哪不对吗？说实话，我跟你讲了，你也尬不到那个点。哎，老师，你给我看看。我的个天哪，这我相信你一定能画的比他还要好。把底翻起来看看。嗯。我相信这你画的一定都会比这个好，这个说实话啊，其实已经有点卡。喂，听到吗？喂，喂，能听到吗？听到了，听到了，有点卡。我这里卡吗？我这里卡吗？听到了，听到了是吧？听到了，听到了。哦，刚才有点卡。哦哦哦，其实说实话，这是我的卡。啊，其实这种器物啊。咱首先不管它是真和假，
因为画的太丑了，你知道吗？所以真和假已经失去这个意义了，你知道吗？还卡吗？还卡吗？嗯，把那个底我看看，这个底，这个底不卡了，不卡，这个底，嗯，全新的啊，这个、全新的。新的，喂，哦，听见了，那个青花的那个是老的啊，青花的那个是老的，好的好的，嗯，红的是新的啊，红的是新的，啊，这个这个是新的，对对，然后这下面这个这个青花的这个是老的。好的好的，对，这个也没年份啊，这个也没年份，再一个没年份啊，没什么年份，几十年啊，嗯，我看看底，没年份，也没年份，没有年份，哦，也是新的，对对对，好吧，青花那个啥年份，青花那个是中期的，再一个，我就看这个漂亮，你看这个漂亮，但年份不好，不好啊，你看漂亮没用啊，年份看着不好啊，这什么颜色，我这里看不出来你这个是啥颜色嘞，是那个散血红啊，散血，散于血的，哎呀，我没见过这种颜色的，不知道这个啥颜色，但看着年份不是很老，就是那种散于血的蝙蝠，散于血的，没听过，对，没听过这种，没听过这种红，我还真没听过这种红。行，还有别的吗？嗯，没有了，老师。我感觉这个也是新的，这个。嗯，我个人看没年份啊，这个。我个人看没。是个印尼。我个人看没年份。是个印尼盒。对。是个印尼盒。嗯，这个也很漂亮。没年份，但关键是没年份，讲难听一点就是全新的，啊、哦。嗯，好的。好吧。好的，好的，好的。行啊、哦，行，挂了啊，拜拜。嗯。感谢。新进来咱直播间的朋友啊，没关注的点点关注，来，咱下一位。喂，你好。哎，小傅老师好。啊，你刚才咋了？刚才我这个搞不好了，我吵了你很久了，可不可以加我一下微信、啊？不，这别提其他的任何啊，这就在这里吧，好吧？这里，这里哪里搞不好了？你接受，你别拒绝啊，你接受啊。我哪里接受？然后再点你的这个鲍月平的这个头像，然后找一下那个视频聊天，点确定。视频聊天在哪里？我这。你听我说，点你的那个、啊、点你的那个头像啊，杨成才能大哥你好，点你的那个鲍月平的那个头像，然后选这个视频聊天。视频聊天在哪里啊？你都没有点头像。头像我点了。哎，你现在点了，我能看得到你点了，点完之后呢，你找一下有一个视频聊天。视频聊天在哪里？我找不到呢。哎呀，行了，你会了之后再来啊，大哥，挂了啊，拜拜。嗯。哎呦，我的个天哪！我每一位都这样教一下，我这个。喂，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来，不会啊，点一下屏幕，选择镜头翻转。
老师，我这个怎么样？嗯，哎呦，这个乾隆御题诗的这个东西对的话可牛了，乾隆年制。嗯，拉近一点我看一看。嗯，我再看一下画中，我看一下那个画小孩的这边不大好啊，大哥。这个不太好。嗯，不大好。这边呢，那你再看一下。嗯，这边我看也不大好。哦。嗯。这个呢？这个开门都不用看底。这都不用看底呀、啊。啊，这看底干嘛呢？这个开门的。老师，这个是官窑吗？不是，就晚清的。谢谢张总，感谢看到张总来了。还有最后一个，这个呢？晚清的都不用看底啊。这都不用看底。对、嗯、啊。哎，太厉害了！谢谢了，老师，我就这三个。不客气啊，嗯，挂了啊，拜拜。好了，谢谢了啊。嗯。喂，你好。喂，你好，小罗，你好，小罗，你好。哎呦。喂，你好。哎呦，叫了你三四句，你听不到，那没办法了啊。喂，你好。老师你好。你好，你好。我这个。哎，老师你好，你好，我这个还有个要看的，嗯，您帮着再看一下，嗯。今天知道貔貅花。这个到乾隆嘛？铁皮子，这个形状就是乾隆的，没问题啊，啥开门的，哦、嗯啊。哦、嗯。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康熙的啊，没问题啊。主要是这个底，您看一下，有点发黄，是不是复烧啊？我觉得不会复烧。反正正儿八经这种复烧出来的，它底不会发黄。哦，最后一个老师啊，嗯、麻烦你啊，这个不会也是高古瓷吧？这个仿高古瓷啊，它叫仿高古瓷，知道啥意思了吧？哦，叫仿龙泉啊，叫仿龙泉。那有年份吗？我看年头，我是红什么的倒还。啊没年头啊。哦，没有年份是吧？嗯嗯啊。哦，好的，谢谢老师。客气，拜拜。嗯。哎哎哎，好，谢谢。咱下一位。喂，你好。哎，老师你好。你好。你。点头像，选择视频聊天，然后再点一下。屏幕选择镜头翻转，再点一下屏幕选择镜头翻转。好，我点，我再点，翻转。嗯。哎，老师，我这有一个红釉的小盘，你帮我看一下子，谢谢。哇、哦，还带暗一个带暗刻的，有个云纹，祥云纹，还有龙呢。嗯，云纹。啊、那个有龙就是不是特别没款是吧？是不是没款？那个是文物公司出来的，没款。嗯，来把那个这个他文物公司标的是，他标的是名，我认为他应该把那个底正着给我看，别这样侧着，正着给我。啊，再近一点。这样可以吗？可以，你慢慢的转一圈，不要速度不要太快。嗯，这样转可以吗？稍微把那个胎露一点给我看。对，哎，行，就这个角度，对，慢慢的转一圈。对，行，好嘞，行。
好，可以了啊，基本上可以了。买的不贵吧？买的不贵，不贵就好啊，不贵就好。以后啊，看到这一类的东西，嗯、避开一点啊，避开一点。还好你买的不贵，不贵不贵啊，不贵就好。这种铅啊、嗯，这种铅，嗯，假的可能性90%，就后面贴的这种铅啊，大家以后一定要小心一点。有可能买的不对，是不是？啊，你说对了啊，你说对了。嗯嗯嗯嗯，你说对了。好吧，对，因为这个确实不确准，所以找老师看一下吧。嗯，应该是不准。嗯嗯，不好啊，不好。对，嗯，以后但凡大家看到这种铅啊，看到这种铅的这个东西要小心一点。那把那个底上的那个标签给大家看一下。嗯，你看这种铅也是特别新的一种铅啊，特别新的这个一个铅。对对对，对对对，这都不是一个老铅，不贵，买的不贵，买的不贵，嗯、就是、嗯，买个标本。那你买个新标本呗，你买个新的东西放在家里做个新标本呗，是吧？对对对。嗯，但是相对比这种景德镇的这种新东西，那你这个起码肯定还是算买贵了，起码你也花了个几千块买吧，对吧？差不多，他这是也是朋友的，嗯嗯，哦哦哦，也是帮忙看，就是有的人不也是帮忙问，我也搞不太明白，所以上老师找来看看。咱就、嗯、那咱就不深挖了啊，不深挖了，以后买东西就小心一点，好吧？好好好，谢老师。啊，挂了啊，拜拜。嗯嗯。要实名认证的去实名认证啊，想要连线的去实名认证啊。喂，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这印尼盒。啊。我看看底，东西没问题啊，东西没问题，是个晚清民国的啊，没问题。没问题啊。没问题。没有。他这不是做旧，挺明显的吗？这灰、这个在你的眼里叫做旧，在我的眼里叫原装原旧。这。就青花发色没什么问题是吧？都不用看里面，也不用看外面，我就看一个盖子就可以了，你知道吗？哦哦，好的。所以这个就是认知的不一样啊。还有一个那个盆子，民国的啊，不用看，民国的，开门来下一件。不是567的吗？不是民国的啊，来下一件。这么厉害，牛阿姨，看这些东西不用眼睛的，在我们眼里不用眼睛的。啊，这个是雍正的还是雍正的啊？雍正的，来下一件。哦，没了。行，哦、这个有点厉害，我给你刷个。啊、咱挂了啊，拜拜，拜拜，拜拜，嗯。喂，你好。感谢222，感谢，来，点头像选择视频聊天，确定。哎，我已经点了这个头像，但是他，哦，视频聊天。对。镜头翻转。你先视频聊天确定一下。好，确定。嗯。啊。你没有实名认证吗？你是没有实名认证吗？喂，那咱就下一位啊，咱就下一位了，咱后面还有很多人在排着，还有些人排了十几分钟的。喂，你好。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好，视频聊天。对。镜头翻转，我看一下啊。哎，你先确定，对啊、哦，然后再单点单击屏幕啊。那、单击屏幕翻转。对。啊，这个是康熙的吗？下一件，康熙的，下一件。哦。行、哦，这个。道光的，下一件。道光。嗯。
哎呀，这个也太粗了吧，也是个清早期的。嗯、我就问一下，这它是干嘛用的？这个它以前上面是有个盖子，盖子上面会有几个孔的，这个是用来插笔的文房用具啊。喂，能听到吗？能听到。啊，上面盖子有盖子，盖子上面有几个孔，是用来插笔的啊，是用来插笔的。插笔的是吧？这个是文具啊，文具。哦。嗯、好的，文具、嗯，好，明白了。嗯、好嘞啊 okay, 拜拜，其他没问题。好，谢谢啊，好嘞。喂，你好。喂，你好，傅老师。你好。刚才有老师说我是键盘侠，我哪几样让您过过目？我这个我倒没留意，说你是键盘侠的，我都没留意。然后怎么翻转啊？你先把镜头啊选择视频聊天，再确定啊。确定好了。嗯。选择视频聊天啊。视频聊天哦，对对对，是这样的吗？特效关到零。你没有那个没有实名认证啊，也可以了。来，再镜头翻转一下。翻转，你帮我嗯，我、哦、靠！我不是键盘侠、啊。不是啊，咱不是这个，都是傻开门的一眼货啊，这些。就让傅老师帮我，都还可以吧。可不可以？那咱就得上手了。职业公司的康熙的，上面那个是本朝的，没问题。但是民谣，嘉庆，嘉庆，嗯，撒开门的，对，都撒开门。这个是什么时候的？这个中期保守啊，中期的。中期的啊。对，中期的。好的，我就是刚才有人那个什么。我为了省事全部拿了几件，然后好了、啊、这个帽筒挺漂亮的，这个帽筒挺漂亮的。哦，这是吴庄谱的啊，这帽筒画的挺漂亮的，这种一对价格可不便宜。哦，嗯，是懂钱的。是，行，好的，谢谢傅老师啊。不客气啊，拜拜。嗯，好，谢谢傅老师。好嘞。谁说人家是键盘侠，人家这是妥妥的有实力啊，妥妥的有实力啊，不能说人家是键盘侠啊。来，医生有你。哎，傅老师你好。你好。哎，你好，傅老师。来，康熙的那个不对，撒开门，啥不对啊？撒开门，点头像选择视频聊天，确定。视频聊天。嗯。点你的头像，视频聊天。确定，嗯，对，再点翻转哈。对，点一下屏幕，镜头翻转。好了，傅老师，我能够看看那个小东西。哎呀，这种普通东西，这种普货，大家少玩一点啊，少玩一点啊、嗯，还不对。哦，不对。哎，还不对啊。哦，行，傅老师。行，好嘞啊，挂了，拜拜。好，谢谢啊。嗯，好嘞，好，傅老师，好。喂。喂，老师你好。喂，你好。嗯。下面那些在排队的啊，你听清楚，咱这是怎么样连啊，怎么样开视频啊？你的别，东西不大好啊，这位大哥啊，东西不好。哦，嗯嗯，新的对吗？啊，是新的对吗？我看着是不好，但咱直播间也不看这种高古的，这个线条力度感修胎我都看着不好，东西对的话这个碗最少值10W以上，南宋的啊，香灰胎这个级别特别的高。哦，能理解吧？好，好的，好，好吧。嗯，再见。不过咱也不是专业的，做这种看这种高股也不是专业的，好吧？哦，好嘞。嗯嗯，行，挂了，拜拜。嗯。这种碗的级别特别高啊，
这种菊瓣碗的级别特别高，而且特别是这种龙泉的这种香灰胎，它的级别更高啊。只不过我看这个是不老，只不过我看这个是不老。嗯，有新进来咱直播间的朋友啊，有新进来咱直播间的朋友没关注的啊，帮我点点关注，感谢。喂，你好。哎，傅老师。我买的这是小碗，你看它老吗？这不是小碗，这是一个盖，一个小盖盒的下面，这个不叫碗，大哥，你是对碗有什么意见吗？这个也能叫碗，啊？哦，我不懂这个，然后就是我当，你不懂可以，但你得认当碗买的，我看像一个碗，你咋能当碗买的，是吧？你不怎么能当碗买的？你看这一条裤衩子，你说这是长裤吗？不行啊，你天天吃饭用的碗，你不知道它长啥样吗？啊，这个就是你的不对了啊。先不管这个东西老不老，值不值钱 啊， 啊，你这是吧，啊，你这当碗的话，你这吃东西它不拉口吗？是不是啊？零零后刚碰着个也要吃饭，也要用碗，也要喝水，也要用杯子，是吧？碗杯那个勺子，是吧？这种得分得清楚吧，这位小兄弟啊，对吧？好，那我这个是个勺，什么？你说是个盖子是吧？东西，这是个盖子的下面，啊，这是个盖子的下面，啊，哦，一个行，那这个下面老不老呀？啊，东西是个老的啊，东西是个老的，不值钱啊。哦，好，谢谢。嗯，拜拜啊。嗯嗯。来下一位啊，现在的零零后都这样吗？这，你不会认真假，你东西你玩是不是玩儿？喂，你好，永生相守，你好，永生相守，你好，永生相守。看高丽池吗？不看高丽池啊，这看那韩国棒子东西干嘛？喂，你好。喂，你好。喂，你好。你好，你好。你是经常有连过的，不知道怎么连呢？哦。镜头翻转。看看这个盆子，东西老的啊，清中期的啊，东西老的，清中期的，来下一件，这个吧，老的啊，也是个老的，没啥用啊，没啥用。什么年份？乾隆或者嘉庆啊，乾隆或者嘉庆。好的。嗯。这边一个壶，光彩壶。广彩啊，广彩晚清的。这边还有一个，嗯，也是个广彩晚清的啊，是吧，这个，嗯，行，好，好，没问题啊，拜拜，嗯，好，拜拜，嗯，不建议大家买这些东西啊，我悄悄的和你们说，不建议你们买刚刚这些东西啊，没用，不值钱，浪费钱，嘘。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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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城喂，你好，喂，哎，你好，听见我声音吗？听到，听到。哦，好的，好的，好的。嗯嗯嗯嗯。傅老师，晚上好。嗯，晚上好。哦，开一个视频，开一个视频，嗯、稍等。对。切换一下摄像头。对，这帅气逼人的。哦，我是玩磁片的，目前在玩磁片。哦。然后请傅老师看一下这个。这个磁片呢？先看一下。你得是我的老师了，磁片。我是玩我玩的也不是很久。我这个是红釉。这种修竹呢，一般它的年份会比较好。啊，这种修竹，这种立起来的，嗯、立的比较高的，比较深的。但对。但说实话，我就这样看，感觉没毛病，感觉没毛病，嗯、甚至有可能到了明早期。
我自己看是永轩，但是不知道是永乐还是宣德。那这个说实话，我这样看也更不能肯定，但我只是感觉啊，是明早期。嗯，好的好的。嗯，然后这边是啊，这就比较典型了，这就比较典型了。这个应该是宣德，我自己觉得。说永乐应该也没毛病吧。嗯嗯嗯。但宣德的可能性会更大一点，宣德的可能性。有款有款，应该是宣德。哦、应该是宣德，对对对。对有款。对。这个修足也挺高的。对，这个青花料就特别的开门，这个青花料啊。就这个青花料特别特别的开门、嗯、并且它这个釉面的这个反光啊，这种像猪油一样的这种反光就让人特别特别的舒服，你知道吧？嗯啊，好的，是，而且这个修胎也是这种平足的修胎，也是很典型的。对，它有一点那种，有一点那种啊，很紧致。对，嗯，好的。然后这一块清早期的这种颜料，哦，嗯，清早期应该偏康熙。好的，嗯，应该偏康熙，嗯。然后这块是我最近买的，这个也是明代的，嗯，这个应该是款没出来啊，但是感觉像是嘉靖。哎，对对对对对对，嗯，为什么我会看呢？我会这样看是嘉靖的。就冲这个看到的仅有的这个字字、嗯、啊，这个就典型嘉靖或者万历时期的这个写法，但是呢他这种、嗯、他这个风格呢又和万历没有关系，哦，你知道吗？好的好的，是老师厉害。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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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我们看得多啊，这个是我们看得多。 嗯， 嗯，好的，对啊，嗯。然后关这块黄釉，关款哦，这个黄釉娇嫩，这个黄釉娇嫩、嗯、我再看看修竹，这种娇嫩，这种这么娇嫩的这个颜色，这么灵动的啊，这个年份一定是青山代的。嗯，啊，一定是青山代的，有可能是康熙的，也有可能是雍正的。啊、哦、有没有可能是明代的？明代的话，弘治啊什么的，那你还别说，还真有机会，还真有机会。嗯、胎扁扁的、细细的、薄薄的，嗯、对，也有可能。你别说是弘治、嗯，我还觉得会有，也会偏向于成化都有可能。嗯，好的，好的，好。嗯，行，好，谢谢傅老师。都有可能啊。嗯嗯，好的。行。嗯。谢谢分享、啊、也谢谢你的分享啊、嗯、学习了、嗯、学习了啊，嗯，挂了，拜拜啊，拜拜，好，拜拜，嗯，拜拜拜拜。其实看瓷片特别、嗯、特别考一个人的这种对器物的判断的。喂，你好。老师你好。来接受一下镜头，翻转一下啊，茶叶末。嗯，哎呦，哎呀，乾隆款是吧？没有款，但没有款。对，那底啊，翻起来。嗯，这个你买的不贵吧？也比较贵吧。啊？比较贵吧。比较贵的话，你把标签摁着啊，千万别给漏了。我这样子吧，咱别的不说啊，我也不能说，因为这个标签肯定会涉及到我们行业。你这样子，你过个一段时间，你把这个东西，你说我想出手，我想卖，你帮我再去卖一下，或者说我打八折卖给你，我还给你。再不行的话七折，实在还不行的话五折。哦，能理解我教你这样做的一些意思吧？我知道了啊。知道了吧？啊，那标签千万别拿出来给人家看啊。
标签千万不要拿出来给大家看啊，好吧？嗯，好，再见啊。嗯，拜拜啊。哎呀，这个不能看到标签，这个太明智了，太明智了，咱教他怎么去做就可以了，是吧？我这在破坏行规吗？我的个天哪，我这是在破坏行规吗？人家把标签盖住了，那我还要，那我想问一下大家，我能怎么做？你教一下我，你教一下我，我应该怎么做？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刚刚那个有两件东西没翻出来，然后让您再看一下。东西开门的啊，开门的，啥开门的？中期。中期稍微偏晚一丢丢啊，中期稍微偏晚一丢丢啊，对，内府啊，写内府，对。然后还有一个碗，我没有看明白。就是画片跟翻过来啊，翻过来看看底，就是。画片跟底这个，这件器物要上个手，是吧？这个就是因为有明代的这个画片，然后明代的对底是偏康，底是偏康熙的，对，对，所以这个器物要上个手会比较好啊，器物要上个手会比较好。对，然后内堂，我看这个看一下。我看这个光泽不好，我看这个青花料和这个光泽不好，你可以试尝试一下，看一下这件器物会不会是接一个老底的。你可以尝试一下啊，是不是接老底的？好吧。好的，好的，好的。只能帮你到这里了啊。好，谢谢。不客气啊，拜拜，咱这样说吧啊，咱这样说吧，我是从摆地摊开始来的，我也不是从一开始我就能有眼光，把自己所卖的每一件东西都可以拍着胸脯说没毛病，全是真的。我在刚开始的时候肯定也会多多少少会有买到过假的，并且是以老的这种形式卖出去的，但这能代表什么呢？啊，这能代表什么呢？谁没有个错的时候？对不对？谁还没有个错的时候？喂，你好。哎，你好，傅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咱们先连一下啊，先连一下，我就来跟大家来掰扯一下这个事情。哎。点头像选择视频聊天，然后再确定。哦，好的。好，傅老师你好，就是我这边有几件东西想麻烦您帮我看一下。盘子民国的啊，盘子民国的，来下一件。好，果然厉害。这个有个小盖碗。这个彩有点那个啥。应该也是一个民国的，我是当也是个民国或者晚清的，但这个彩怎么看着有一点点的不舒服，这个彩。就上面的这个彩啊，单说这个彩，我看着有一点点不舒服，我可以这样和你说啊。哦，没事没事，没关系。不过这个从视频里面看会有偏差啊。对对对，因为我这边光线也确实不太好。所以这个肯定会有点偏差的，好吧？然后还有一个诗文的，也是一个盖碗。没问题啊，这个也没问题，撒开门的。哎，这个应该到晚期吧？晚清，晚清啊。对对对，那没问题，没问题啊。还有一个无双谱的一个文皇玺，是一个元宝玺，你们帮我看一下这个。这种不叫玺啊，这种还是叫碗。碗是吧？对，还是叫碗，也没问题啊，没问题。应该也到晚清的吧？晚清的，晚清的，晚清的，蛮轻的，行。然后还有一个这个罗汉瓶啊，也没问题啊，没问题。哦，没问题啊。没问题。那谢谢老师啊，不客气啊，不客气。拜拜。拜拜。
咱再连几位啊，把这几位连完之后，咱就聊一聊这个事情啊，咱就好好的来聊一聊这个事情。喂，啊，你好，喂，你好，选人，喂，你好，你好，确定，点头像啊，啊，好的，好的，选，哎，镜头翻转，旋转的在哪里呢？我一下子点一下屏幕，选择镜头翻转。点一下你的屏幕啊，然后再选择镜头翻转。啊，好好，看一下这个东西，老师，你帮我看一下这个东西呢。嗯，你拿好一点，你正着拿，你这横着我咋看呢？在光线下面。对，在光线下面是，屁股，把屁股翻起来吧。嗯，哎呦，买的不贵吧？不贵，不贵就好，以后别买了啊。行，嗯，还有一个，嗯，行，可以了，这个也可以了，别买了啊。嗯，好，谢谢啊。嗯，不客气啊，拜拜。嗯，拜拜。咱最后再连一位啊，最后再连一位。喂，你好。哎，老师好。你好。点头像，选择视频聊天，确定。嗯，等一下，翻转一下。嗯。看一下这个牌子。博古图。嗯。问题不大，来把底翻起来。嗯，行，可以了，下一件没问题啊。老师，那个高丽瓷能不能看？啥？高丽瓷。高丽瓷不看啊，高丽瓷不看，我也不建议你们去买。哦，行行，主要想看一下这个高丽瓷。拜拜。啊，好嘞。嗯。嗯，行了。我呢，从事这行今年是第。严格意义上面来讲，第二十四年，啊，第二十四年，在我初期的前几年啊，初期的前几年，我是一直是摆地摊呐、啊，到各个地方去跑地摊，刚开始在广州摆地摊，后来去北京、去上海、去南昌、去广西，啊，去这些地方摆地摊，但那个时候我们拉个一箱货或者两箱货里面。我自己的本意里面全部都是以为都以为会是老的，但是我不能保证说我买到的那些都是老的，因为我也有看错也有买错的时候，就刚开始特别是刚开始学做的那一两年，那肯定是也有买到假的是吧，也有买到假的，但是那些假的说实话到最后也都知道买到假的时候都卖不出去，还真都卖不出去，打死都没卖出去。特别当自己知道了这个是假的，就肯定是卖不出去。当我不知道这些东西是假的，我买回来了，但又卖出去了的情况下，那我说实话，那我真的不能保证，我也不知道，啊，所以呢，我肯定是我不排除我的这个古玩生涯当中卖过假货，我这个是肯定是我自己不能保证，啊，我也不排除，你知道吗？当我有了一定的经验，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就是能赚了一点钱的条件下，别说是现在做了网络，做了这个自媒体，就是我在以前没做的情况下，所有跟我买过东西的客户啊，所有跟我买过东西的客户，从来没有过出现问题，从来没有出现过问题。有出现问题的时候都是什么问题的？品相上面的问题，就比方说我跟对方讲，跟自己的客户讲，哇，这个东西我卖给你的时候是完整的，但是有毛病，我没有看到，我东西给你了，你看到有毛病了，有出现过这种事情，但是出现过这种事情的情况下是怎么样的？随时找回来给我，我都是第一时间给他退的，你知道吗？但是没有出现过说这个东西啊，我知道假的，我卖给你了，
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形，但是还出现过什么东西了？还出现过什么问题了？就是我是当老的东西买回来了，但这件东西它的本质是什么呢？是个假的，结果我卖给客户了，客户呢后来就是可能水平比我高或者怎么样，或者找其他的更懂一点的人看了，说东西有问题，然后再找回我小付。我说哎呀那没问题，那你看这个东西有问题，我当时是真的是当没问题的买，当没问题的买了，也当东西没问题的才拍着良心敢卖给你，没问题拿回来照单全收，肯定是退的。就以我个人的这个信誉，我是肯定都是退的。所以呢，我跟所有的做生意的人和老板从来没有过这种不好的纠纷，从来没有过。我可以拍着良心说话，我做生意24年从来没有过这种纠纷的。特别是说现在啊，我又不是没饭吃，我又不是说不懂看，我有那个必要吗？我有那个必要吗？对不对？是吧？咱比上不足，咱比下还是能比一比的吧？对不对？那比上比不了，咱比下还是能比一比的吧？对不对？是吧？再退一万步来讲，说实话，你现在让我空手出去啊，你让我空手出去不带一分钱出去，我还能饿死吗？我还能饿死吗？我这张脸，我走到全国各个地方。再放大一点，说大一点，我拿着一本护照，我一下飞机，我打个电话，我能管我吃管我住的人都大把，啊，是吧？我没必要去做那些事情，对吧？谁都有一段黑历史，但我这个不叫黑历史啊，我这个不叫黑历史。我们说实话啊，在我的这些生涯当中，特别是我在国外买东西也好，或在国内买东西也好，我们有时候买错了，我也去找人家退过，我也有去找人家退过，就是当时自己买错了啊，看不懂，我也有去找人家去退过啊，这个很正常的，是不是？人家给你退就给你退，不给你退就你也没办法。古玩这行本身就是这样子，靠的是吃眼力饭，靠的是吃眼力饭，是不是？你一个人你的生意能不能做长久，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你的信誉。对吧？靠的是你的信誉。为什么你能做长久？你一个你没有这种信誉，人家怎么去能长期的跟你做生意？我在怎么说呢？我之前有位大哥啊，从2007年开始啊，我记得特别的清楚，从2007年开始一直到哪一年呢？一直到2018年左右的时候，就这十几年当中啊，他所有跟我买东西的，从来都不用来广州找我，从来都不用，就是发图片我给他，然后把所有的东西价格一算啊，多少钱，顶多就是抹个零头，我告诉他具体的器物的品相，东西寄过去，钱打过来，东西寄过去，都不用我说把东西先寄过去再打钱，都是先打钱，东西寄过去。从来没有出现过问题，从来没有出现过问题，啊，当然当中有一件瓷器没出现过问题啊，当中有一件家具出现过问题啊，我跟你们聊一聊，这个是我的一个故事。那会儿呢，我对这个家具呢不懂，不怎么懂，零几年的时候对家具不怎么懂，然后呢，我在新加坡的时候看到一对这个黄花梨的这个。四出头的官帽椅啊，四出头的官帽椅，当时呢就是发彩信，当时都没有现在的这么方便，发彩信发给他之后呢，我说大哥，这个家具呢我看不懂啊，但是呢我发图片给你了，你自己把握。他说可以，没问题，然后图片啪啪啪发过去了。当时是多少钱呢？我记得特别的清楚，3万新币就合人民币是15万。我赚了多少钱呢？我赚了他不到2万块钱，不到3万块钱，2万多块钱，啊，2万多块钱，不到3万块钱啊，东西帮他运回来了，也给他了，啊，他也安全收到货了。结果收到货之后，在他收到货的第三年，他把这个东西从地下室拿出来，出问题了，那个黄花梨的那个椅子变颜色了，
掉色了，结果他再仔细一看，是用别的木头仿的，然后上面刷了一道黄花梨的那个颜色，然后他就找回我了，就问我，他小傅这个椅子有点不对，怎么办？他说怎么办？我说，哎呀，当时我也问过你了，但是家具我是不怎么懂的，当时，然后你现在这个出问题了，我首先我说我帮你去问一下，当时新加坡卖给我家具的这个人，能不能退，或者是说亏钱能不能退，我就问了。但是呢，问的这个人呢是新加坡当地的一个介绍的中介，你知道吗？没得退，没得退，我也如实跟这个客人讲了，没得退，没得退了。那客人怎么说呢？他说：“那我把东西先寄给你吧，你看着办吧。”就说了这一句话。东西寄过来了，我收到了。收到了之后，其实说实话，我心里清楚得很。他就想让我帮他负这个责任。合到了多少钱呢？合到了17万多块钱。17万多块钱，我说这样子，我先给你10万，我先给你10万，剩下的那几万块钱呢，我过段时间再给你。现在我手头没这么多钱。结果在3个月左右的时候，我把这一对椅子的钱全部付完了，全部付完了，就等于是我帮他把这对椅子的责任给承担下来了。从我赚了2万多块钱到现在，我是亏了14万多。但是没关系，客人是看在眼里面的，他往后帮我买的所有的东西，我可以说买了这么多东西，我早就把这个钱给赚回来了，你知道吗？现在这对椅子还摆在仓库里面啊。有机会我可以录一个视频也可以啊，或者是说在直播讲解的时候，下次特意在那个仓库里面把那对椅子拿出来给大家看也可以。我是看到这对椅子，我就是看着两打人民币在那里啊，15-16万块钱呢，没动过，还在那里，你知道吗？这什么办法呢？是吧？那客人他选择了让你去处理，这个是没得处理的，你知道吗？你没得处理了，你新加坡那边人家中介人介绍你去买，已经买了3年了，你能退给谁呀？人家一句话退不了，你这3年你能干嘛了？我就只有自己认，我就把这个钱就退给他了。三个月左右的时候，东西肯定在，是什么材质的？哎呀，别提了，那个木头假的不能再假。你知道吗？啊，假的不能再假。那个颜色是刷上去的那个颜色，你知道吗？红酸枝吗？还有酸枝给你啊？硬木都不是，还是个软木，还不是贴皮的，就是个软木，就是刷上去的，你知道吗？哎呀，不过也无所谓，是吧？这种。你帮老板承担了这个责任，你帮老板这个挽回了这个损失，老板也不是那么小气的人，他一定会回报你的，啊，他一定会补偿你的，你知道吗？那时候确实不怎么懂，但是从那件事情过后啊，我就开始学习家具了，啊，我就开始学习做家具了，我做家具大概也有做了有5、6年、7、8年了。就黄花梨、紫檀、酸枝，各种各样的，我就买过很多了。到后来，我发现这个东西也不好玩，太大了，搬又不好搬，运又不好运，还特别占地方，我就又不玩了，啊，又不玩了，啊，玩鎏金佛像啊，铜炉，我都玩的挺多。我最多的时候手里面有这个铜香炉啊。有30个最少啊，有30个铜炉，而且平均每个铜炉的价格都在10万到20万，而且平均每个炉子的价格都在10万到20万，
现在也不玩了啊，现在也不玩了，现在手里面顶多也就是只有一两个啊，现在顶多也就只有一两个，也不玩了啊，也不玩了。然后在这近十几年啊，就这近十几年就专业玩这个瓷器，特别是这种啊官窑瓷器，就玩的比较更专一点，就不会花那么多的心思去看别的东西了。当然，最基本的东西我一上手看，还是能看得出个七七八八。古董这种东西啊，我告诉你啊，虽然你以前有多深的功力，但是呢，你一旦脱离时间长了。啊，一旦你脱离这个时间长了，你一定还是会眼力有所下降的，还是一定会有眼力会有这个有所下降的，你知道吗？改天买木头还得请教我。那别，我现在看的可不行了，现在看的不行了啊，现在造假也在进步了，你知道吗？所以现在可不能让我看了，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自己看这些东西了，现在不光是家具造假的厉害，铜佛像造假的更厉害，还有这个铜香炉，那真的是那太厉害了啊！瓷器咱就不怕，瓷器是咱的主业，你造假造的再厉害，咱一样还是能看得了。我花几百个 W 买一件瓷器，都是我自己买的嘛，我自己你要让我拿个几百万 W 一件瓷器，我又不是拿不出来，你不信你现在花个几百万 W 在我这里，你说你就帮我买拿一件，我要买一件，你看看我给不给你拿出来啊，只要你能给得了钱啊，东西一定是我自己的啊，不是别人的。如果要是别人的，是吧，最起码还要打电话商量这个价格怎么样啊，能不能卖呀、啊、是不是啊，你来我这里啊，我直接给你干，你只要你敢出钱，我立马拍板就给你啊。掏钱永远保证保到我死都可以啊。只要我还活着，这个东西我就可以保证你没问题。啊，别的我不敢，只要你在我这里，怎么定义真的？那你还想咋定义呢？喂，你好，付老师。喂，你好，哎。哎，我应该怎么弄啊？接受。没有跳出来吗？有啊，我把你设为主咖，你要点接受。Okay. 好了。然后点头像，选择视频聊天。哦，视频聊天。嗯。然后要翻转一下是吧？你先视频聊天确定。嗯。然后再点头像。再不用，再点一下屏幕，对。我的个天哪，这。这有点吓人呢，这个灯光有点不大好。这个应该从哪里打会清楚一点呢？从你的身后。啊，从你的身后，对，就这样子啊。我是你这个罐子一拿出来，我心里大概有个八九不离十的这个结论呢。你是怎么看你这件器物的？它比天明楼那只呢画的要，就是整个画面看起来很雾，嗯，就是有点晕晕的感觉，就像没有对焦对牢一样，嗯，
我也不好说，因为这个也不少钱，就是主要是它也不是完整器啊。第一个有炸底，第二个是那个这里冲线，然后上面缺肉。但是从那个包括接胎的痕迹，我也不好说。傅老师帮我看一下。我上手看过这一类，但是我没买过啊。这一类的器物我上手看过有一两个啊，有一两个。说实话，我对这件器物还是存疑。但是具体你说要说出哪里不太对呢，好像也很难讲，我是这种感觉啊。目前我看到的这件器物啊，首先给到我第一眼不舒服的地方就是这个口。这个口是吧？对，因为天命楼那只我也上手过，当然那个价格肯定是买不起了。咱先不讨论这个器物的价值问题，你知道吗？咱要看东西就是就只看东西的真伪的问题。我们一般看东西从来不去讨论这件东西的价值，就哪怕是我们行业和行业之间的这个交流，我们都是交流这件东西你是怎么看真，你是怎么看假，我们从来不会说啊，你看这个多少钱，我看这个多少钱，这个才是我们之间纯交流的一个方式，你知道吗？你看这个口沿做的啊，偏圆滑了，偏笨重了一点。哦，但它这里有一个，就是一个撇口往里撇的一个。我找一下啊，找一下那个图片看看还有没有，就是和这个罐子是一样的。之前香港出来的一个，这种宣德的这个海水龙纹小罐。我再拿一个盘子啊，稍等。我找一下啊，这种东西啊，说实话，一个人一辈子当中买。真有实力的另说，一个做生意的人啊，买这种器物的可能性其实很小，除非你捡漏啊，你要不然一个人花个一两千万买一个这样的东西，它的可能性，做生意人的可能性还是偏小的。因为这个不是个完整器嘛，所以说也完整器的价格肯定不是到不了，就是我也想知道它到如果不对的话到底是哪里有问题。我找一下啊，当然了，对于一个收藏的一个人来说，他最关心的就是手里的东西老不老，其一二就是值不值钱，这是最关心的两点。我这个手机里面还没图片，在直播的这个，在现在直播的这个手机里面有图片。我上手看过这种器物，外面也比较多是吧？不多，这种不多，这种不多的，这种不多的，这种不多的，哪怕是这种是个残器，这种拿出去都是很好卖的。是啊，我也觉得啊，哪怕是一个残器，这罐子拿出去，它都是。很受市场欢迎的。对，我手机找不到图片了。有了啊，来，我把这个翻转一下给大家来看一下。有了，我点一下镜头翻转。哎呀，我这个要把我视为主咖看看。取消主咖，然后等一下啊，我一会儿再把你那个啊，把你这个录啊。来，你可以来做一个对比啊，你可以来做一个对比。2019年的时候，我在香港上手的。啊，天命楼那只吧。你看看，对这个我也上手过，然后就是你看这个口啊，它做的比较立正一点，对对对，它做的比较立正一点，而且稍微会偏薄一点，对，青花颜料更深沉一点，对，
是吧？嗯，我对这个口的印象倒，因为期间隔的年份比较长啊，对口的印象不深。但是我当时的图片青花也有拍，口这样看起来确实是有一点比例上的区别。所以啊，你这个罐子，我刚开始一看的时候，我说第一眼我看到这个口是绝对是不舒服的，知道吗？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经验告诉我们的一个信息，你知道吗？嗯，你看这个多舒服，是吧？对，对，它这里是两个苔痕嘛，然后看到没？这个是一个，这个多舒服，对，是吧？嗯，天明楼的，对，这天明楼的，就是傅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所有的这一类罐子的器型和底足的削切模式都应该是一样的吗？不能肯定啊，我可以和你说，这个是不能肯定。稍等，您这个口沿啊，对，你看啊，就是你的这个口沿是直口，对，看到，而且上面有一个明显的削切的痕迹，对，你看你、那个，但是呢，它是一个圆口，您能看到我这里就是明显就是往里面卷进去的，对，正常不会这样做的，就不会往里卷，这种不会这样做的，哦，没见过这种做法的，你知道吧？因为这类罐子说实话真的上手机会也不多，哎，所以说这个我们就是上手的这个经验多么的宝贵呀、啊、你看你一拿出来我立马能连就可以联想到这个口部的做法就不是一样的，是的，你知道吗？嗯，但是就是我纯粹讨论了，我也不是说这个东西一定怎么样，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因为首先第一个这个天明楼的这款跟这个的底足本来就是做法不同嘛，嗯，会不会它的口沿的部分的做法也有区别呢？我觉得不会，我觉得不至于是吧？我觉得不会，不至于相差这么大。OK， 不至于相差这么大。嗯嗯。但这一类罐子如果是同批次的话，不排除它就只有这一种修胎的方式，不排除啊。嗯。但我不能修胎呢，我倒觉得是有可能会有不同，但是底足肯定是会有不同。因为这一类的就是永乐期间的也比较常见嘛。嗯，行，我再研究一下。但这种我们一上手看就特别的舒服。嗯，对，这个天明楼确实是啊、特别的舒服、okay. 你知道吧？啊，嗯，是吧？对，青花它的画的更好。我再把你设为主看，你好，然后还有一件，这个比较大，嗯，给到我的第一感觉更差，说实话。它是一个，啊、哦，这种给到我的第一感觉更差，这个也不好是吧？啊，这个给到我的第一感觉更差，嗯，一般因为我跟你讲啊，一般这种东西盘子拿出来。嗯啊，宣德的或者永乐的这种盘子一拿出来，它这种老的味道的这种霸气感啊，就给我自己啊认为的这种霸气感会扑面而来，老的这种味道会特别的强烈。但这个一拿出来，给到我的第一感觉是什么呢？很现代，啊，就很现代，嗯，能理解。所以也不用再去研究化工的东西啊，不用我。都不研究，像这种东西，我只要是一眼我看着不舒服了，我说实话，会让我在上手的情况下是会干嘛呢？我看一下这个东西仿的好不好。嗯，不是，不是说我对这个东西认知还不够啊，我需要再仔细研究一下。嗯、不是，我有时候看到一些我第一眼看出来了是仿的，但是我还会上手。我为什么上手？我是上手这个东西它是怎么样仿的，仿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哦，能理解吧？我知道，就是我们也是初学者啊，就是，但是我觉得这个青花画的已经是真的，你看它的这种龙的飘带啊，包括它的这种细节画的，真的已经是无敌了。我觉得这个就是你的认知和我们的认知的不一样的点。这个在你看来是认为画的细、画的漂亮、画的好，但是对于在我的认知里面叫这个叫做很现代。哦 ，OK， 绕的，嗯。对，还是要再去上手这些，但是这样的器物上手的机会也比较难。那特别少啊，特别少，对，特别少。所以为什么我们哪怕是买不起这些东西，哪怕是够不着这些东西，但是我能有免费上手去看到
这些东西机会的时候，我都会啊，我都会毫不犹豫的去上手去争取看这件器物的机会。就好比我们去香港的佳士得苏富比，哦，我明摆着我买不起，特别是完整的这种东西我买不起，那动不动都是上千万的我买不起，但是我能有这个条件，我能上手看到并且不花钱的情况下，我一定啊，一定我会排着队去等着看这个东西的。嗯嗯嗯嗯嗯 ，OK OK。博物馆是好的，回头再你上不到手啊，但是博物馆对博物馆隔着橱窗是根本看不清楚的啊啊，你隔着橱窗只能是感受到这件器物带给你的这种感觉。对，看这件器物的画工，这件器物的青花颜色的反应，釉面的反光的状态，你只能是去感受一些这些，你只能记住一些这个。但是如果你上手和隔着玻璃去看的这种感受是不一样的，就好像一双鞋子一样，摆在那里，你看着它好，它很漂亮，但是呢，你只能是用意念去想着我穿在我的脚上会不会舒服啊，会不会好看，但和你拿到这双鞋子穿到你自己的脚上，亲身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对，能理解吧？这个比喻。明白，明白，明白。啊，好 ，OK， 好，好，谢谢，谢谢傅老师。嗯嗯，拜拜，好，拜拜。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些行家啊，就经常会去到啊这些比较靠谱大的拍卖行去上手看这些东西的这个啊。喂，你好。喂，你好。哎，傅老师你好。哎，你好，你好。我看一下摄像头，然后正好看见今天有时间，我就找几件那个我的东西，就是想跟你学习一下。其实前两天你组织拍卖的时候，我差一口价就把那个雍正的盘子拿下来了。哎呀，哎呀，怎么就差了一口了？因为我当时网络卡了。怎么就差了一口了？别提这个盘子，提到这个盘子，那个盘子真的是个大漏。别提这个盘子了，先不提了啊，咱就不提了。提到这个盘子，我是一肚子的伤心话。哦，这就特别的舒服，这就特别的舒服。哎，就这样子看啊，大家能猜他这个屁股的后面的这个款是什么款？来给大家猜一猜，猜康熙，来把来打出来，打出来看看，康熙，康熙，乾隆，道光，雍正。储秀宫，嘉道，乾隆，康熙，成化，那错的，这首先排除成化，第二排除这个雍正啊，储秀宫也不是，龙兄弼康，那个龙，这种姿势的龙啊，从康熙到往后都挺凶的，就这种。这种留白的，这种青花留白的这种，我公布答案了、啊。我这个公布答案，我有点心里我有点没底了了。中期以前的，中期的吧，应该。对对对，中期的一个乾隆的。乾隆的，中期往上，乾隆的，嗯。这个光特别好，那些波浪釉的光。嗯，挺好。这个品相咋样？品相的话有一点小磕。有点小磕。那就这个位置。嗯，对对对。其余都没啥问题。嗯。倒光的这种龙啊，它会显得会稍微会偏更弱一点。会先显得会更偏弱一点。康熙的龙呢会更胖一点，更圆滑一点。康熙的龙，道光的龙会更弱一点，那同治光绪的龙会更细一点啊，会就更身子啊会更小一点，更细一点。
但是这个乾隆的这个盘子的，道光里面倒也有画的这么好的，也有画的这么粗壮的，你知道吗？也有画的这么粗壮的，只不过呢，这个龙爪画的力度感可能会比这个稍微欠缺一点。对，嗯，还是非常傻开门的一个啊，非常傻开门的一个乾隆的一个官窑盘子，特别棒，特别棒。行，他们说就是我请教一下傅老师，就是他们说这种的其实青花挺费料的，是吧？就是这种烧法。那这个特别费料，特别费料啊。特别费料，而且这个比正常这种画出来要更难很多的。对对对对，是很难。啊，会更难很多的。嗯，这种康熙的买过，康熙的、乾隆的、嘉庆的、道光的、王后的我都买过，我唯一没买过的这种，我就是雍正的没买过啊，其他各个朝代的我都买过。对。嗯。然后这个属于大运瓷吗？我个人觉得还是属于大运瓷。好的。嗯，是。然后就是这一件其实就是有一些争议。是的，因为争议是在这个彩上面吗？争议大家是看年份，有的看到康熙，有的看四爷。哦。哎呀，其实怎么说呢，这种没款的康熙也好，四爷也好，它其实影响不了啥的。它其实影响不了啥的。嗯，我看看底胎，我看看。嗯，我也看四爷会多一点。但是但应该是四爷早期。康熙晚期。他这个我也是当雍正买的，说实话。啊，这种碎花的这种菊花的这种图案在雍正时期会比较流行，啊，会比较流行。它的暗刻其实做的也挺好，我觉得。对，暗刻的你知道吗？这种外销的这种暗刻的，在康熙的时候又出现的比较多，你知道吗？嗯。康熙那些大的这种外销盘子啊，这种。带暗刻的这种就特别常见，所以我个人看还是看康熙晚期，雍正早期。好的，谢谢。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上次在那个什么就是线下看到您的时候拍了一个东西，然后有一只在当然那个东西没在我这儿，回头我们在我去您店里喝茶的时候带过去，大家一起向您请教一下。然后就这一个他们有说不是本土的。哦，本土的，不是日本的。对，就是80%人都说是本土的，只有那么一两个我朋友说是这个日本。这种做法，青花料不是这样的，我见过太多了。你把底胎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嗯，100%本土的啊，1%本土的，啊，1%啊本土的。本年的，对，本年的特别棒啊！我对日本的太熟悉了，我有可能这个月底我还要去一趟。就是这个是我看的很舒服的一个豆青釉啊，这个特别特别特别棒，就稍微画工粗了一点，对，稍微画工粗了一点，嗯，好的，好的，就是。傅老师，您是从那个北京回来的是吗？我是从广州来北京的。哦，您现在又去北京了？因为我前两天看您那个发那个视频，全部都是在北京参拍。您，我想让您现在是在北京，我可能过多几天我就要回去了，我要回老家一下。对，因为我那个就在广州，我一直想去您那儿。哦，你就在广州的吗？对对对，我在那个越秀。哦，哎呦，那您有空过来玩啊？对对对，我等您回来，我再跟您联系，因为我东西也还啊。对，好嘞好嘞，辛苦啊，谢谢。您不客气啊，那咱挂了啊。好嘞好嘞好嘞，拜拜，谢谢，回头您联系我啊。哎，好的好的好的，拜拜。
回福州吗？我要回福州，有点事，我要回老家一趟，有点事情啊，有点事情。喂，你好。哎，老师好。嗯。我不光是要回福州，我还要回南昌，回完南昌，我还要去一下景德镇，我还要去一下景德镇。点头像，选择视频聊天，然后再确定。据说啊，景德镇出了新的一批核武器，咱得学习一下，咱得去学习一下。喂，喂，你好。喂，你好，能听到吗？能听到吗？嗯。喂，能听到，能听到，来，把盘子正过来给我看。把盘子正过来给我看，对，正过底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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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款正着给我看。来，再近一点。我再看一下这个后面的画工，后面的画工，后面的画工。后面的画工，这行吗？行。行，大哥，你这个粗吗？这个当时是买的，买没多长时间。哦，买没多长时间是吧？这个、啊、对。想问一下，你买的贵不贵？4万多。值，啊，值。哦。这不是苦肉计。他这个。我们的。它这个颜色，这个现实中颜色比这个镜头里面稍微淡一点，对吧？那就那也没毛病啊，雍正的就是这种淡的，雍正哦，行行，这种偏淡一点的，这种特别少见。虽然这个图案并不是的那么好，但是呢，在雍正一朝也是少见的忍冬纹。好好，谢谢老师。哎，另外还有几件，麻烦您看一下。这个年份就可能会有点晚了。这个，清末还是近现代的？哎呀，我觉得不够清末。哦，行。斗彩。还有这个。斗彩，这个形就有点怎么这样子？我看看底。这个确定这是景德镇瓷吗？这不确定。我也不确定这个是不是景德镇瓷啊。哦。啊，我不确定这是景德镇瓷。哦。乌漆抹黑的，我这个完全不能确定。但这个葫芦的形式啊，这个有被一、就是不算正常，就是不算正常。哦。嗯。是您看是就是老吗？我首先对他的这个出生地我抱有怀疑，就有可能是日本的，也有可能是十万窑，也有可能啊。不能够确定这是什么窑口的啊，这个抱歉抱歉抱歉。嗯，行，谢谢老师。嗯，麻烦您还有几件。晚清的，哦，这是晚清的，还没晚清的，乾隆的，哦，这是乾隆的，嗯，我看看底胎，小底的嘛，嗯，对，东西对就是元代的，那您看这个东西对吗？但这样看我不敢肯定。啊，我不敢肯定。啊，东西对就是元代的，我不敢肯定。你把那个底胎拿近一点，我再看一下。让它聚个焦。嗯，需要上手，需要上手。哦，需要上手。需要上手啊。元代书窑，
嗯，还有一件这个。加进款。哦，对，加进款。嗯。不是加进的啊，不是加进的。那这个老吗？老的东西，大开门老的，有机会是康熙坊的。哦，行行，好好，谢谢傅老师。行，挂了啊。嗯，好好，谢谢老师。嗯，好，再见。开门啊，开门，后面这些都挺开门的。大开门啊，后面这个黄釉青花碗、四方碗也是大开门，傻开门，傻开门的啊，傻的不能再。你好，傅老师。喂，你好，你好。是平凉气儿。接受。对，接受。翻转。不是，你先视频聊天确定。视频聊天确定。元代的那个是新的是吧？是，咱就要上手，这种不能确定的东西要上手。光明堂大哥，你发过哪一个给我看吗？你发过给我看吗？把镜头翻转，对。哎，傅老师，你看一下这个。这种钧窑咱看不了哎。看不了。对，这钧窑看不了。啊，不行啊，看不了，我也跟你说不行啊。啊。嗯，后面那个碗康熙的啊。哦，那个碗破了。嗯，行，来过过啊过。没了是吧？没了。行，挂了啊，拜拜。嗯。喂。哎，傅老师你好。你好，你好。我点头像是吧？你先点接受。哦，接受。嗯，然后呢？然后点头像，选择视频聊天，确定。加连线。嗯。点视频聊天，确定。视频聊天，我都没有嘛。头像，点完头像就能看得到，有个视频。哦，点头像。哦。哎呀，我手机快爆炸了。点头像，选择视频聊天，确定。视频聊天没有吗？你是不是没有实名认证啊？实名认证过了，我要不然怎么进来呢？啊？哦，可能没实名认证。行，我说可能，哦，来了吧。喂，你好，寻润斋，你好。这还得拿个电风扇服侍一下这个手机，这个烫到已经。哎，你好，傅老师，等会儿啊，开下视频。哎。哎，傅老师，累。对。我看一下。嗯。嗯。单身用，我看最喜欢单身用。对。傅老师，您给看一眼。雍正款，这啥颜色？这是看不清楚是什么颜色的。天蓝釉吧，釉色稍微有点差，而且这个东西确实有点淡。不是这个，你这个手机光线是不是不大好啊？喂，手机便宜，像素不太好。啊，看着有点不是那么一回事。嗯，手机的问题是吧？光线也不好，确实光线不好。我这开了两个灯，这边该一灯，这儿该一灯，啊、两个灯。嗯嗯嗯，民国的可能性更大啊。嗯，
民国的同志是吧？您说民国也没毛病，清晚民国吧，反正这个东西有点吃菜。来下一件啊。好，下一件来。哎呦，这个颜色，这个颜色看着真够点呛。这个从手机里面看，这个颜色不好是吧？嗯，对对对，差的有点多。差的有点多是吧？来看看底。对。嗯。这底下啥也看不到。啥也看不到，换下一件吧，换下一件吧。我看这个吧，是因为我这手机确实有问题。手机那个，哎呀，三四年没换过，都。是吧？我也三四年没换过了。对。对我这手机本身也就。没问题啊，这个也是个晚清的。哦，行。嗯。这个还是一个江道红了，都看不出来什么。啊。对。我看看底。这是底，整个底没釉是吧？没有，这就是一个细沙底，特别细，就是像那个雍正比跟雍正的细沙底差不多吧，反正特别细，这个底。年份够不了。对，这个就是晚清那种、个、那种。啊，这够不了啊！啊，你可别当这个雍正的去买啊。我肯定不会去当雍正嘛。是的。就是因为我手机的问题，它是一个细沙底，然后这边还有两件单色釉。啊，换一下啊。对，也是个晚清的。这是口，还有一丢丢的金扇。对。行。那看看这个。嗯。这是一个洗口的，然后这个瓶。民国的。也是一个雍正的款儿，对，民国的这个款儿，其实和刚才第一件那个你说的那个贪婪釉那差不多。但是这边这修胎啊，还特别规整，比那个要好得多。是吧？它这个修胎，至少是外族墙这个修胎是相当规整的。行。好。行，好嘞。好嘞，行，那就挂了啊，拜拜。好嘞，爱你们。老的，什么假？你们啥也假？老的。不老的地方。喂，你好。你好，我点头像是吧？不是点头像，你先。啊，接受。我接受，跳出来了。点头像，选择视频聊天。好的。哎，我刚才点了，这不又进不来吗？选择视频聊天，确定。你看，你这不是浪费大家时间吗？你这又进不来了。你这不是浪费大家时间吗？你这还又浪费了，又浪费了抖币是吧？又浪费了时间，那怎么办呢？进不来，我进了几次了都进不来。那咋办呢？那怪我喽。不怪你。啊。我不会。哦。也不对啊。你点了那个头像之后，你看到有没有看到那个视频聊天呢？没有，就是没有。不可能没有，那你眼睛，你是不是睁了一只眼闭了一只眼？没有。啊。点不进来嘛。那你是不是没有实名认证？要实名认证。抖音实名认证我认证过了。哎呀，大哥，那你去问一下度娘，应该要怎么样？我咱换下一位啊。啊，好的。你破费了啊，拜拜。没事。好，没事，拜拜。喂，你好。喂，你好。你好。你这头像要这么卡通的吗？你这个头像。喂。好了。给你们看一下这个。行，我看到了。看一下底。
开题吧。嗯。还有吗？还有没有？还有呢。还有拿吧，继续拿吧。这个不行啊。对，你说对了，继续拿吧。啊、哦。啊，好吧，不行，继续拿。对，来，咱下一件可以了，下一件。下一件，对。你就把手机对着那边看吧，我就把手机对着那边看吧，你不用这样挪来挪去了，可以了，下一件。挪、no ，再拿远一点。哎呦，你这个底翻起来看一下，看不清楚啊，这个就模糊了。哎呦，也是一样的，来，再下一件继续。再下一件继续。就把镜头对着那边床，你就不用拿东西过来了。来，把镜头对过去。再没了，就这么几件。嗯，行，以后别买了啊。都不行，都不对啊、嗯！都不对啊，别买了啊！这罐不对啊！不对，不对，不对啊！那好吧，这样啊。啊，嗯，拜拜。喂，喂，你好。喂，你好。你别用手摁着你那个麦克风，你手摁到了。你把你的手移开，把你的手拿开。你是在哪？我问你，你是在哪？等一会儿翻转镜头，我想翻转镜头，等一会儿。在哪里、啊、你点一下屏幕，选择镜头翻转，你用手点一下屏幕。这不用拿下来呀、啊，这还用拿下来的吗？啊，直接看吧。就看到了，已经可以了。嗯、看底吗？我是不用看底，大家要看底吗？大家要看底，我就让他把底翻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我是不用看底的。是吧？行，可以了，来，还有吗？还有吗？还有一个吧。啊？还有一个吧。我听不到你说话，你手别挡住这个麦克风，你手挡住了。你看，先看这一个吧。啊，行，那挂了啊，拜拜。我邀请他。哎呦，傅、yeah, 老师，哇，傅老师，我陈老师，别不，咱这那啥了。刚我们这儿有个重磅消息，说你要来景德镇。我带朋友过去参观一下。说什么你要放一个什么核弹一样的消息，我这噱头啊，噱头。大家喜欢老霍的话，关注关注这个小富磁坛、啊。谢谢。关注一下，好，顾总给我们讲讲，我们太想听了啊。讲啥？什么核弹啊？没有核弹，哪有核弹了、啊？我就是核弹。哦，还说传说说你们这个景镇要出一个大事，说小富磁坛要来景镇，然后怎么怎么样？
没有，我说今天过来打假是怎么样？开玩笑，开玩笑，我是过去学习的，我陪一个朋友，他没去过景德镇，带我去一下，他让我带他去那个御窑厂去看一看。啊，那还不是核弹吗？御窑厂里面东西拿出来哪一件不惊天动地啊？是不是？你看你随便说一句话，然后圈子里就已经乱套了，现在各种各样的传说，对，弄得我坐立不安。没开玩笑，开玩笑，去那个御窑厂，去学习一下，就看一些那些就真正是没有一点疑问的这种老的这种器物的这个状态是怎么样的。因为刚入门的一个朋友嘛，就对这种东西特别感兴趣，那我们就建议他先从这个景德镇的御窑厂啊，这个官窑的原始发源地去看一看，是吧？对对对对对，是吧？这个走点正路吧，去完御窑厂，再去一下这个博物馆，去那个陶瓷博物馆，是吧？对，然后再到我们这几个人，对，能有机会的反面教材，我们也给你提供一下。如果咱这个陈老师是吧？如果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去拜访一下嘛。我们这随便，是吧？哎，对，副总，我忽然想起一个事儿来啊，就刚好今天跟你联系，就说最近不是拍了一个那种就是用那种青花的仿永宣那种龙纹的两个大碗嘛，那个蚕的。啊，蚕的，我没上手看，我没来。我知道，就是点的那种。嗯，你记不记得以前有一个类似的，就是跟那个发色和画工类似的一个瓶子，你有印象吗？我有印象，也是蚕的。然后当时那个瓶子，你判断是新的是吧？我这个就方便说吗？我这个。我能说老的啊，我可以说老的，这不是那瓶子当时你不确定啊？啊，对，但你的表情就耐人寻味。我不够确定，但是很多东西我们没上手就。我不是说碗，我是说那个瓶子的事儿。我知道，因为我们没上手就不大好，不能去讨论，对吧？行，那等你来景镇，等你来景镇，然后到时候我给你看一根瓶子。哎，好嘞，你帮我鉴定一下啊。行，好嘞啊，嗯，拜拜。对，他们不放核弹，咱俩放一个啊。行，好，谢谢傅老师啊。不客气，拜拜。嗯，挂了啊。喂，喂，傅老师你好。啊，你好，你好。喂，你好。怎么没看不到？点头像，选择视频聊天，然后确定。哎呦，青雅堂大哥，好久没见了，好久没见你来了。然后再点一下屏幕，选择镜头翻转。哎，我看这两个，这是什么佛？日本佛？这个，你看它是日本货吗？我看它像小日子的。啊，嗯，把这拿起来看看。嗯，来，把这个底。安禄针，我个人觉得不像是日本货啊，就是一个现在货。现在的货。嗯。啊。嗯。现在房。嗯，我个人是这样看的啊。嗯。好的。好了啊。嗯，拜拜。近期在处理大批货，哎呦，那很好啊，青雅堂大哥，啊，那很好啊。等处理完了之后呢，咱就提升一下，对吧？就提升一下啊，提升一下，把地头那个英雄陈主任给惊吓着了，呵呵，开玩笑，开玩笑，我是一个喜欢开玩笑的一个人啊。没有啥，我就是陪一个朋友，他是喜欢这个，然后陪他去这个官窑的发源地去看一看，然后再去参观一下中国陶瓷博物馆，是吧？挺好的，这是一个挺好的一个事情，是吧？啊，没有什么别的啊，我们今天这个连线就结束了，啊，不连了啊，今天好吧？开拍不？不拍，我们不能随便拍。
我们的下一次抖拍是在八月初啊，具体时间到时候我会提前和大家讲，别着急啊，别着急，别着急。想买东西你们还着啥急了？你想花钱的事情你还着啥急？啊，不用着急啊。咱直播间里面还有新进来的朋友啊，如果没点关注的啊，帮我点一波关注好不好啊？谢谢啊，谢谢谢谢。今天晚上我们的这个连线啊鉴宝的这个活动就结束了，我就不连了啊，不连了，一会儿咱也下了，我这泡尿也憋了好久，憋得我这个喝水我也不敢喝了。然后昨天晚上我突然发现我前面脱发严重了，哎呀，吓得我以后不能熬夜了。以后不能熬夜了，以后这个直播要提前直播了，然后也要提前下播了。腰间斑突出好点了没有？没有，没有。我买了一个坐的这个靠背坐的，但是好像不怎么管用，好像不怎么管用。我昨天晚上洗澡的时候，突然看到这个头前面好像掉发掉的有点严重，吓死我了。哎呀，今天一到店里，我赶紧买了一个那个喷的防脱发的，不知道有没有用。然后呢，我想以后的这个作息的时间稍微往前面提一点，停用洗发水可以抢救，不用洗发水洗头吗？那用啥洗头啊？颈椎也有问题啊，颈椎也有问题啊。这两天我要去那个去针灸啊，这两天。米诺地啊，对呀、啊，我就是买的那个什么米诺什么什么鬼那个东西啊。颈椎我也要去看的、啊，我颈椎也有问题啊，我有那个富贵包，哎呀，可烦死了。多大岁数怎么脱发？我也，你看我像多大岁数了？我从来没有这么吓到过，你知道吗？明天给地址我，咋了，黄哥咋了？贵人不顶重发，我可不要做这贵人啊。广州正骨医院一个疗程，哎呀，耐心用热水搓，洗发水是脱发根源。哎呀，我腰也不行，脖子也不行，现在又脱发了，哎呦，我都快完蛋了，这个麻烦了。哎呦，帮我长头发吗？你确定吗，黄哥？你确定吗？你要是能帮我把这个头发能长回以前的话，我发10000块钱红包给你。你真的，你要是能帮我把这个头发啊长回像以前那样子啊，我给你看一下啊。妈耶！特别是今天早上看到这一大块。你看，已经掉到这里了，吓死我了，吓死我了！要坚持，帮我治治腰。哎呀，我不敢乱治了，我这个腰治了我7-8年了，我这个腰治了我不止7-8年了，有小10年了，将近10来年了，都治不行。然后我买的那个，今天早上买的那个呢，今天买的那个呢，就是这个，我今天买的就是这个喷的，1天2次，喷完之后呢，就要这样按摩一下，这样按摩一下，你看这太吓人了。我以前头发很多的，你知道吗？我以前头发很多的，假的冒牌货，不是啊，这个要在药店买的，怎么会是假的呢？这个药少用对男人不好，我这个对男人不好吗？也没关系，我男不男人都无所谓，我男不男人都无所谓。开门，
这个不可能，这在药店买的不可能会假，这个在药店买的。哎呀，是啊，睡得挺晚的，平时我都两点半到三点钟才睡，然后早上嘛8点左右就会醒，然后早上8点左右嘛就会醒，所以的睡眠时间也不够，说实话，没办法。然后我找一个医生啊，给我号了一下脉，他说我最近缺什么，你知道吗？啊，他你知道他这说最近缺什么吗？他号了一下脉，这样，他小伙子，你年纪轻轻，但是你最近缺钱。我说你太对了，你真的准。我说你这号脉号的太好了，你这一号真准了，就是缺钱。大师，我觉得我叫他大师啊，缺钱。哎呦，真的特别的准，你知道吗？特别特别的准，啊，全秘书，啊，不能说啊，这个不能说啊，哎呀。大家也早点休息吧，别和我一样啊，别和我一样啊，就这这么早就开始脱发了啊，大家也早点休息吧，我也准备下班了，我给你们看看这个北京广场 B 座，这个北京广场 B 座你看看，现在没人呢，看到没有北京广场是吧？我不在杭州。啊，没人。这个是我的店。啊，这个是我的店。这个是我的店啊，这个店的租金啊，我这个店的租金1个月14000啊，1个月14000，漂亮吧，这个可多人要买了，我不开价，这个可多人想买了，我一直就不开价，可多人想买了。我不玩老妖。什么时候的？乾隆的。再看看截个图，那不看了，你要截图我就不看了，起码买了有多少年了，起码买了有将近8年左右了，那个时候就花了30几万买的，35、36万买的，那个时候就花了35、36万买的，起码有8年了，问的人好多，没开过价，买的也不便宜。我看看，别截图啊，可以了啊，看了呀，看到了啊，不能看太多了，下次可以来店里看，来店里我把那个取下来给你上手看都可以啊。
行了，哎呦，我要去尿尿了。还截到了，你也是个人才，你也是个人才啊。行啊，不扯了不扯了，明天没事的话明天再继续播啊。可以刷脸不去店里。大家也早点休息啊，大家也早点休息啊。大家也早点休息，我也下播了啊，我也下播了啊，拜拜啊，拜拜拜拜，明天正常晚上开播啊，明天正常晚上开播，拜拜。我现在在哪个地方？我现在在北京啊，我现在在北京，北京啊，北京古玩城 B 座三楼啊，拜拜黄哥，拜拜拜拜，大家晚安，拜拜啊，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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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